大家好，欢迎收看《台语小少问》，我是阿勇，啊，今日很欢喜有邀请到前文化部长雷军，甲我来开讲一下。啊，雷军，部长你好。阿勇你好，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每一个来宾拢会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家己背景吼，你过去细汉时阵，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还是人对你讲台语？台语，阮爸爸的故乡是万里，啊，阮妈妈的故乡是台家，中部。啊，其实阮细汉出来拢讲台语，细汉拢讲台语，所以我细汉也讲台语。但是阮这代较可惜，就是讲开始读册了吼，就开始小学好好是禁止台语的，所以颠倒退步。我家己是伫大学的时阵吼，我参一寡朋友，有成立一个即布袋戏社团。所以我家己阁开始学台语，所以我的台语等于阁重新开始学啊。所以你嘛是台语细汉过来讲，过来讲啊，过来大汉了后过来捡上来啊。爱捡上来对，嘿，对。听讲少侪人是安尼学对。台语这个语言，因为你细汉时阵。还没读册之前，应该拢是伫厝讲台语为主。系伫厝讲台语为主。所以我想讲台语对你敢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啊？特别的感觉？讲台语都是妈妈爸爸的话嘛。所以你若听台语，还是听台语歌，你就感觉有一款无形的感情就深嘞。我会记印象上深，就是讲我出国去读册，去法国读册学法语。但是遇到很多海外的台湾人，他們都說台語，所以你就覺得說台語就像回來在故鄉一樣，感情也聽到這樣說，就是他們住在台灣的時候比較沒感覺，但是去海外去讀書，發現說這些台灣人怎麼都說台語，對，他們就說故鄉的話，所以無形當中就是說語言其實就代表你心裡一個感情。所以你去去国外读册是去法国，法国，啊，你读铁学，读铁学，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个，就是可能你上适合问这款的问题，就是讲不管是讲语言还是母语，在伫人的头壳内，吼，甲你的思想，甲你的迄款就是。大脑咧运作的迄个空间吼，有啥物关系啦？你这题就深了咧。对对对，因为以前来上铁盒拢是用华语还是用法语，我有影较少用铁盒，用台语咧。我变成习惯了。习惯了，你都话讲到语言甲思想嘛吼，其实无同款的铁盒甲无同款的观点嘛吼，常如说吼。伊就讲语言是一款感情的表现嘛，查笛卡尔吼，伊就讲即个语言是对思想来的，但是语言内底若要讲对语言学影响上大，就是一个法国的语言学家叫做索绪尔，索绪尔伊是强调就是讲伊喇叭好了，就是咱即边来讲的即个言语啦，喇long就是语言。语言本身是人讲话的这个能力，吼，甲咱所生活这个社会结构，甲习惯甲文化的整体啦，所以伊甲这个语言放倒来伫人出发了后，甲社会甲文化的所有的整体内底，爱建立一个语言学的这个体系，伊认为讲所有的语言拢爱。通过语言来创造，所以语言学内底有内部语言学，即个语言系统内底伊的理论啦，伊的结构，但是嘛有外部语言学，就语言甲社会、甲文化、甲政治，甚至等等，即个即个整体，所以对语言的发展，带来一个社会的一个一个脉络啦，咱讲一个社会观念，影响足侪后壁一寡。咱讲人类学者，还是一寡语言社会学的发展，所以我想语言甲思想有关系，甲社会有关系，甲文化有关系，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以前在做文化部长的时阵，我一直强调讲，语言不是干那沟通的工具，对，伊不是干那这个工具性尔，
伊本身是文化，伊背后是一个语言文化的发展。啊，所以语言的保存，伊上重要就是讲，伊这个语言的系统，啊，甲语言做一个文化，伊要不断诶继续发展。嗯，我嘛常常咧讲，就是考试有通过。哎，赞！哎，爸爸，我常常嘛咧讲，就是语言唔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文化就是语言。好啊，讲一寡较实在物件，就是即马你已经无咧做迄个文化部长啊，啊，即马是伫厝带囡仔为主，恁伫厝内啊，拄则有讲到一个意见足重要吼，啊，你伫厝内敢有咧甲恁个查甫对，查甫囡仔哈，查甫囡仔，我甲阮先生我那尽量伫厝内讲台语，然后希望互伊一个母语的环境吼。啊！但是伊细汉的时阵，伊会讲，吼会听，吼，伊即满六岁，吼啊！但是开始上这个幼稚园，啊，即满小学嘛，吼，啊，就渐渐都华语为主，嘿，啊，所以有影就是讲，你若学校教育体系若无够充分的母语的教育，有影对囡仔来讲，伊要传承母语。也是有一个困难啊，但是吼，对我来讲，有当叫我妈妈哈，有当叫我阿母啊，啊，我上介意听是叫我阿母，啊，你叫我先生就叫阿爸。啊，你即马一般介，你对伊讲话的时阵是讲华语为主还是台语为主？我尽量讲母语。讲母语。对，嘿，啊，但是男的讲啦，男的讲，因为伊，啊，伊家己因为，听有当时无完全听，无完全会晓表达嘛，所以我男的讲，啊，渐渐，希望讲会当讲伫厝诶，尽量会注意诶环境啦。嗯，了解。这边伊，迄个鸟白在做啥？讲代志。讲代志。食饱未？嘿，食饱未？对。其实是什么意思嘞？我袂晓读。哦，伊看起来就酷。就搞。唔知呀。哦，这唔通哦。唔通。唔通哦。唔通。诶。诶，干嘛呢？嘿，干嘛呢？对。这内容是一个相片。是以前我的相片，安尼你哪有可能要会到？哦，我以前是倒位食头路。诶，你食头路文化部啊？文化部对。你上爱读倒一国的文学？但是，你既然讲台语，你敢哦，就感动的。我就惊你讲美国文学。所以，多是台湾文学。你会用看用图做的册无？叫做啥？红仔册哈，漫画是日本，漫画是日本，哈，红仔册。但是哦，红仔册我要讲一下哈，因为我过去伫文化部吼，我来推动。我感觉迄个唔是干那囡仔咧看的册，红仔册哈，唔是干那囡仔看，大人来当看。哦，你敢爱食一款这边来用吼？我是食的啦。好食的吼，然后当时用香的。用香的。嘿，啊你咱是牙齿啊拢袂着的，啊，牙齿袂着用香的。规支啊，反正一粒安尼。哦，嘿，你讲迄什么？迄叫做啥？葱？用香的。香的。唔知咧。好，然后咱。你讲，安尼一粒，反正有一粒。一粒肉，安尼啊？唔是啊。
闽南语。好嘞。嗯。Migo 就做。Migo 就做。Migo 就做。会当做，嘿，啊，伊又外口爱拔起来吼，啊，落去用行的用煮的，拢会使。外口爱拔起来。不是吧？我蛮想吧。不是吧？不是吧？是甜的。是酥的。是酥的。欸，用蒸的，用蒸的，对，你嘛一粒一粒麦当劳薄，咁是当然，迄款，唔是，唔是，系，伊迄一粒一粒麦当剥落，我想美国食就多，嗯，我知咧，好好，讲了无好啊，嗯的，嗯的，嗯的啊，嘿，有黄的有白的啦，有较小可较白就啊无黄的。翻倍，哈哈哈哈哈！翻倍呀，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人台湾人那过身了后变做啥？台湾人过身了后变做粉啦，哈哈哈哈哈！啊嘛不一定要过身啦，七月的时阵，你敢知影咧？七月，迄个鬼，鬼嘛吼，啊鬼，哪有无同款国家的鬼？台湾的鬼，咱有一个讲法叫做啥？台湾的鬼，啊，但是好兄弟吼，啊，但有另外两个意思啦，一个是好兄弟意思嘛吼，啊，一个是无遐尼具体嘿，灵魂，嘿，灵魂，台湾魂。好，安尼，你当听我，我咧要啥？即马开始讨论，小寡较认真者吼，啊，就是讨论一寡做部长的部长时间的一寡政策啦吼。所以头前一问题，这是我感觉真趣味啦，因为我是空空八年来到台湾，啊，迄阵我有听过台湾这个所在，不过阮伫遐进前，我住伫美国住，啊伫美国，阮所知影的台湾，阮理解的台湾就是，迄是保留中国文化的所在。哦，我是看我半年以前对台湾的影响就是这個。迄当阵袂晓讲台语，当然袂晓讲台语啦。你来台湾才学的。对对对，但是我伫美国，我学的到的概念就是台湾是保留中国文化的所在。从来唔捌听过有台湾文化。哦，是。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个前部长是对这个概念的安那理解。台湾文化就是伫台湾这块土地所产生的文化。嘿。啊，文化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哈，啊嘛有这个地理的原因，啊嘛有族群移民的原因，哈，啊所以台湾也是多元的文化，咱有原住民的文化，哈，啊咱嘛有伫这个咱讲这个大航海时代，哈，东方甲西方的这个互相的这个交流，所带入来一挂现代化的思想，啊咱嘛有这个移民时代无同款的差。即、这个河洛的文化，客家的文化，等等。啊，当然，咱正毛了后嘛是有所啊，伊拄啊所讲到的，像中国的文化，来到台湾，啊，但在地化，啊，所以多元的文化在即块土地，不管是透过传承，还是讲交流，还是最后咱共同发展，啊，咱其实一个文化是不断的发展，伊敢若一个生命体共款。伊毋是死的，敢若接收尔，伊会不断的再生，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创新，所以咱经过多元的文化了，咱有现代化，咱嘛有非常创新，包互相即个包容，吼，即款性格，所以咱文化伊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多元互相的尊重、欣赏，吼，甲一个创新，一个文化体。啊，所以你会当看到咱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活跃的。嘿，咱最近个其实咱拢行入国际，吼，不管咱的艺术、咱的文学，还是咱的电影、咱的戏剧、音乐等等，其实你会当予世界看到讲咱台湾文化是非常活跃，非常创新。但是佫有多元的传统的传承伫内底。所以我想，这就是台湾文化上特别的所在。啊，你
敢会想讲，即卖因为我家己的经验是十几年、十几当前，啊，即卖若是伫澳洲，还是美国，敢会同款，就是听到台湾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中国文化。我想即卖应该是袂，你若听到台湾，感觉台湾是亚洲内底一个非常自由民主。多元的国家，啊，所以伊的文化有多元文化，啊，伊的文化是上主流的文化。嗯，好，我帮你帮下。因为我系较少登去美国，甲问别人对台湾的看法，所以我较唔知，但是你帮是安尼啦，嘿。好，啊，拄则我听有提到迄、那个戏剧啊，关文化的产品，我想问，就是对，不管是戏剧、甲电影、音乐安怎，我发现着，伫西方的国家啊，欧洲、美国、澳洲，拢若是看到亚洲这个所在，因敢来看到日本，韩国，敢来看到台湾的较少啦，是，尤其是这款的文化产品，因为其实这几年有很大的变化，有吗？这几年咱台湾文化、咱的文学、艺术啊，吼，咱拄啊讲到这个放假吼，咱这个戏剧、电影吼，其实拢走对国际。其实你搁较看搁较民主化以前吼，台湾今仔的这个自由民主，其实跟文化发展就有关系。咱思想的自由、艺术的自由、文学的自由，吼，顶推动这个社会有自由思想，吼，争取自由，争取民主，所以咱会当行到今仔日民主的台湾，吼，当然，伫过去差不多十到二十年，咱看了讲，咱就欣赏韩国啦，还是美国文化行对世界，但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伊拢是对国内开始发展，了后，咱家己的人会介意，咱就行对国际，所以我过去做市党部长，我其实真欢喜，有一挂政策会当支持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我有看到这个发展的这个现象已经起来啊，咱的产业差不多已经起来啊，我就有信心，就是讲咱会当行出去。一个文化产业的，若行对国际吼，其实是代表一个文化自信啦。咱有较侪台湾的故事，较侪台湾的作品会当予世界来欣赏。所以我过去做部长，我的一个文化的理想就是讲，咱来发展咱家己的文化，咱的特色，甲咱的产业，会当予世界透过文化。来介意台湾，来欣赏台湾，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我这个信心就是讲，咱继续行落去，一定做得到。那请教一下，就是即寡你讲到的文化产品，我相信应该大部分拢讲较坦白讲，就是应该拢是华语为主啦。敢有台语产品伫内底，台语的文化产品，即寡若是有台语的文化产品伫国外，敢看一下？有啊，其实过去适当因为文化部支持咱设备这个台语频道嘛，吼，敢若伫这个筹备的期间，文化部有补助这个预算，先制作一寡台语的文化内容。其实我都马上注意到，敢若一当年，譬如讲咱华视的作品都已经伫国际得奖了。所以其实，咱的忘川的款吼，是毋是忘川？我就袂记得吼，可能有一挂作品已经得奖吼，有一挂作品其实伊伫即个嘛有行对国际，东南亚一挂国家，所以其实包括咱台语频道未来嘛有可能有国际化的，即个能力啦，因为台语讲台语的人口毋是干那伫台湾。对，世界嘛是有啊。对，所以其实我感觉台湾当提供，不管是华语、台语，吼，甚至客家吼，其实咱的这个频道，还是讲咱这的这个文化内容，其实会当贡献世界。所以我想咱有这个自信。对，还有自信嘛。你做部长的时阵，你就任的时阵。有通过很多比
较重要的法律啦。嗯。啊，譬如讲，迄个国家基金发展办法是你的专心时间做的哈。啊，佮迄个去即个文化内容促进伊。促进伊。促进伊。啊，即款的。诶，法律你敢会当甲阮诶观众小可介绍一下，对语言啊，尤其对台语有啥物关联影响？因为较侪人可能较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讲要制定即个法律已经讲差不多20冬啊。嘿。啊，但是我真欢喜，就是讲过24冬诶，台语有共识。好，我强调讲有共识，是讲无共政党落尾拢无表决，拢台语共识通过。吼，这是一个真大诶进步。嗯。啊，国家语言发展法主要着要强。强调讲，咱每一个族群的语言，拢是这个国家，咱台湾的国家语言。嗯，吼，啊，所以咱国家有责任，吼，把每一个语言的文化啊，甲伊保存，吼，啊，甲伊复兴，啊，上重要，搁爱搁发展。嗯，吼，发展变作咱文化内的一部分安尼。啊，所以即摆有，因为已经有足侪人，大部分的人惯是讲国语，就是讲华语的意思。对。啊，你讲有啥物建议？通互因换一个想法。其实嘛，免讲特别换，因为咱即马就是透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咱来宣示讲，每一个族群的语言拢是国家语言。嗯。大家来共同，拢会当成做咱的国家语言。嗯。啊，所以咱即马较重要的工课是讲，过去因为一元化的政策，哦，咱的台语啊、原住民语、甲客家语受到压制。嗯，啊，所以伊即马需要较紧，伊有即个团体的危机，哦，所以你要针对团体的危机，伫即个法律内底，有要求进步，伊要负起即个责任，啊来保存，啊来复定，啊上重要，上好的保存方法就是要继续发展，嗯，哦，因为保存是死的嘛，吼，你要继续发展，啊，所以透过教育，吼，啊，透过即个文化的奉上，嗯，啊是讲透过讲咱伫营造一个生活环境。啊，来给伊保存甲发展，所以即马爱做是讲，即个发了后，啊，就要有较积极的迄个行动甲政策，吼，啊，落去针对有团体危机的啊国家语言，吼，落去较紧来做，我想这是较重要的代志。嗯，啊，你讲到教育，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啊，这应该甲文化部个无共，就是教育部遐，我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但是目前我家己是看袂到啥物。较大、较具体。即嘛就是因为咱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讲，无同级的教育阶段拢爱学习选择学习母语嘛。嗯。啊，所以即嘛就是文化部甲教育部因咧参详，嗯，要安排伫无同款的小学、中学、吼，高中拢会当继续机会，吼，人民有权利来选择母语的学习。你敢有听过？内底的人敢有咧讨论？譬如讲，几个？唔讲是教台语，还是教保语，还是几个课程是？其实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真重要，伊保障讲咱要教母语的老师啊，有专职任用的，还是上重要。吼，伊唔是讲啊其他的科目啊来兼职，伊要有迄个专业的背景，所以以后会当来保证这个师资的专业。哦，所以这个对啊，保证讲学生有时间，伊会当这个管理。来学习伊的母语安尼，这是即个法律它伊上重要诶即个功能嘛吼。啊，当然因为嘛，迄当初即个法律通过，所以落尾提供台语频道一个发言。嗯。啊，发言真重要，因为你有发言，你即个频道才会当长期发展落去。对。好，啊，另外就是你拄啊，咱主持人有讲到即个文策院。嘿，策进。对，策进院即个立法，策进院立法了后已经成立策进院嘛吼，啊，伊主要诶个功能就是要促进咱文化产业。各种的文化产业，伊拢有机会会当来即、這个发展。嗯、啊，所以伊上重要讲，过去政府提供一寡文化产业的补助，但是更加重要还是爱投资啦。嗯，吼、啊，你要有资金，有投资，啊，规个产业爱互伊提升，吼，去壮大，吼，啊，咱的文化内容诶播送，吼，放送，伊才会当对国内啊行较国际。啊，那是那是讲对台语的一寡，譬如讲。报地戏啊，还是敢有台语物件敢有提着一寡？其实我以前咧做这个投资进进吼，因为像咱的传统戏剧、歌戏啊、报地戏等等吼，其实国家爱承担的责任更加悬。嗯，所以以前我临来其实对这个传统艺术吼，艺术差不多拢是两三倍安尼咧增加。几啊倍咧增加，因为以前较无软体的医生，啊，我临来是较侪软体的医生，
啊，所以对于这个布袋戏、歌戏的传承有做较侪工课。嗯，啊，所以国家当然一方面来更加重视嘛，甚至我嘛对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啊，咱讲无形文化资产。哦，诶，保障哦嘛做比以前较侪，嗯，啊，当然咱若产业哦，咱咧帮助这个产业发展的时阵，会当搁较顾着这个多元性，哦，会当无同款语言的文化，伊拢有机会会当发展，哦，我想就会当互咱搁较侪人伫生活中内底自然自然，对，会当看会着听会着，哦，啊，其实我感觉咱的电影啦戏剧，其实即马伫。即、这个多元语言的使用已经比以前好就多，是啊，对，啊，但是我会当理解，就是讲我嘛唔盲讲咱比如台语人，还是讲客客家台客即个客家人吼，伊拢嘛我来希望看到讲伊的迄个族群的文化会当变作文化产品，嗯，嘿，好，所以我想变作好大有即个多元发展的机会，应该是刷落来吼，民间那个机会当继续拍拼，嗯。好啊，上尾一个基地啦，就是拄则有讲到有一挂传统的文化产品摕到一挂为迄、這个促进伊的投资啊，这嘛算是应该嘛算是一款转型正义啦，就是进前对台语也是对所有的保育拢压迫拢禁止，啊，即嘛过来投资，可以搁挖回来。啊，你我知影你之前嘛有常常在讨论一个代志，比如讲迄、那个合作社抄啊，叫啦。专业建议。嘿，专业建议啦啊！你对语言的专业建议，敢有啥物特别的想法，还是成就啊？是，我都有讲着讲过去哦，其实因为是一文化的政策，语言政策啊，独尊一个语言嘛，啊不要其他的语言嘛，啊其他语言无机会同我讲嘛吼，甚至发展嘛吼，啊所以这一文化语言政策过去是唔对的，嗯，啊但是我强调是讲每一个语言拢是水的，嗯，语言本身无问题，嗯，吼，世界上世界有几千款的语言，吼，每一个语言伊拢是水的，啊每一个语言伊有管理，吼。互人使用，啊有管理啊活落来，啊有管理继续发展，啊但是过去一文化政策本身是错误的，啊所以咱即马袂当继续行这个政策，啊所以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讲咱宣誓讲每一个族群的语言拢是咱的国家语言，嗯，啊咱国家爱来保障伊即个每一个语言方学习，嗯，吼啊互使用，吼啊甲文化奉上的管理。啊，所以即马有即个法了啊，上着啊，就是讲你啊过去无机会，即个国家语言吼，伊有新的机会，先咱若是较紧来保存啦，啊有新的机会会当来发展。嗯，吓，啊，正做咱多元文化啊，每一种文化的资产。啊，所以就是讲即马较紧的是爱把即个多元性做出来。嗯，啊，多元性要做出来，就是讲过去。互人无重视的吼，无迄个环境啦，把迄个环境做出来，啊吼，即个每一个国族群的语言伊会当来发展。但是我想，就是你拄仔讲到即个语言转型正义上重要爱做的代志。我想应该有另外一个嘛算是真重要的部分，嗯，啊。我家己是到即马较看袂到的，就是文字啦，就是文字，对，因为讲台湾上主流的文字，不管是讲话、讲台语，啊讲客，啊讲原住民，拢在写字，拢在写中文。对。啊，所以，若讲到文字，你嘛知影，就是过去上时行的台湾文字，就是白话字啊，就是罗马字。嗯嗯嗯。啊，这先从啊到即马阿伯中。正式写台文的方式啦。是，一个语言伊要延续吼，还要搁发展，一定爱需要这个咱写的系统啦，好来建立一个写的系统吼，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过去我的安排是安尼，就是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吼，有规定讲爱设立一个专职的单位。嗯，啊，这专职的单位也要去进行这语言的调查，啊，语言资料库，
啊，另外哈，针对啊下个系统，因为民间已经有几个系统嘛，对，好啊，所以这个咱即马是民主时代哈，其实语言还是要民间来发展，对，啊，所以民间有下个系统，但政府有这个责任来合作这个民间下个系统吼，也好，也好，资源啊来建立一个啊，这个滚动修正的机制啦，吼、嗯，可以修改这个可能性哈，啊，所以你来。帮忙伊建立一个参考的标准，所以唔是讲国家规定一个标准，你是讲国家来协助民间来建立一个参考的标准，专业的标准，啊，这需要一个专职的单位来协助，啊，爱专家啦，因为你一个专职单位，你要结合足侪专家来做这个代志安尼，啊，所以我伫这个社林进行，我有提出一个要成立这个专职单位的法案，啊，但是就我知影，我即马还未通过行政院啦。啊、所以啊，无你甲拜托阿勇来当，咱来关心，来当讲较紧来成立这个专职单位吼，我想来当有搁较侪专家来当来帮忙做一件代志。啊，但是我强调是讲，其实民间已经有几个系统，啊，所以这个国家研发单位的设计是讲，政府透过这个专职的单位来协助民间建立这个标准的参考。啊，上尾想要请教这个部长，敢有啥物特别的建议，互阮观众朋友知影？若是想要较了解台湾对这个台语文化，还是法律，还是计划，要怎了解，要怎参加？我首先要讲就是讲，阿用台语讲到这里好，我非常感动。所以咱台湾有足侪无同款的祖国的母语，我相信讲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吼，甲咱的母语甲伊传承落去，吼，啊，一个母语的传承，正经不是干那讲会晓讲会晓听就好，因为我感觉每一个语言伊本质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语言不是讲啊有一寡语言伊该晓讲就好，我想这个观念要改变，吼，咱每一个语言伊拢应该好好学习，好好讲，好好写。哦，啊，每一个语言做成做咱文化发展的一个上重要的一个凭借，嘿，吼，对，一个关键，对。啊，所以每一个语言，阿勇多讲就是讲，伊嘛是文化的本体嘛，嘿，吼，所以你若语言长，就是文化长啦。啊，所以希望讲，社会会当大家整体来重视，爱互相欣赏，吼，咱家己有咱家己的母语，但是咱也当欣赏。啊，咱无同款族群的母语，我想这个互相尊重、欣赏的关系，爱互相鼓励，系唔是干呐讲互相竞争，应该互相鼓励。啊，当然我嘛希望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啊，其实这内底每一项的工课啊，拢爱跨国会，吼，啊，甲民间大家共同来拍拼。好，感谢戴部长来甲阮分享。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也感谢咱台语频道每一位共同为台语文化拍拼所有的好朋友，感谢。好，多谢啊！爱会记得，若是有喜欢看台语小众文，爱会记得跟我们斗相共享，就是爱会到那边吼，是赞啊，电话啊，搁爱分享给大家其他的朋友拢其他的朋友拢看到这个节目吼，感谢大家，拜拜，拜拜。